借法借体要义，抄记卷十五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翻开会基本卷十五第四十六页旧版的啊，是十五卷二十页 B 面啊。那我们上次啊，这个讲到人无优劣有异，就在比较啊，别谢脱戒跟定共戒、道共戒的区别。那这三种戒啊，后面还会再谈到啊，会有这些呢。品味、深入、有漏无漏的差别，也就是说，咱是有改了啊。对，那讲学小学开始啊，你要进一步到中学、大学、博士，你的品味啊。打开始学，咱拢是较初级的啊，每一个人拢是有共款。你怎么有办法从初级的比较呢下品的，那来增上？所以这边呢，你要了解优劣有异，要了解呢这三种戒呢，是我们一定要得的。那不是讲咱刚想讲改安尼就好啊呢？还是安尼继续改？我做 BQ 你安尼就好啊？不是啊，改法不是安尼尔。三种戒通通要得，为什么要得？然后这里的次第呢？你要了解，其实三种戒若通通要得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哎，其实戒定慧通通要得，才叫做全部的戒。也才叫全部的佛法，也才叫做全部的道。啊，不然都是初学的。所以这边呢，你的比较跟区别你一定要了解，就是说这个呢包括整个法。好，那我们看呢字迹解释啊，看第47页，看字迹呢中间这边讲啊，我们从前面啊讲好了，五优一类当中，优就是胜，前后六门并单论别脱，此间道定。看46页啊，46页中间这边啊，五优劣中，优就是胜，前后六门并单论别脱。前面呢，我们大部分或是后面大部分都在讲别谢脱戒，就在讲你受的呢。这些戒法啊，这边专主呢，这个出家戒来看，或是在家戒五戒八戒也是可以啊，就端主这个别谢脱戒。那现在呢，你还要知道有此间道定，就是道共戒跟定共戒，就是有禅定的戒，也有呢圣果的戒啊。还欲对显别脱功胜，这三种戒你要知道它的比较。可是呢，这里是目的要显出了别谢脱戒它的功能呢很殊胜。又别谢脱一戒通含五受，若对七科四通三举寻闻可见。这个上次讲过了。好，下面看呢47页，欲是此门啊，先须略知道定名相。这三种戒的名相区别差异啊在哪里呢？
这三种戒啊，哦，你爱禅定的戒，你爱性格就性德的戒，啊，搁咱的这个五八戒、八戒、起足戒这种别解脱哦，就是波罗提木叉戒啊，别解脱戒，这三种戒，看出别脱最近章门，定道重新为目。别解脱戒啊，对境，对万境啊，一切的境界啊，来彰显它的名称。每一种境界，它有很多境界，个别个别的境界。你呢去持戒，你就得到解脱，所以叫做别解脱戒。你对这个众生，你不害他，不杀生，这叫不杀生戒。你对这个呢，这个无情的东西，你不予取，不侵占，不侵损，这叫道戒。啊，那等等啊，一个境界一个境界，你呢，贪的境界、嗔恚的境界、身的境界、口业的境界，一个一种的境界呢，你呢？会当来压制咱贪嗔痴三毒的恶业呢？安尼呢，就得到解脱。就是你未造作恶业，就得到解脱。所以叫做呢，别解脱戒，定道重新为目。那禅定戒跟道共戒，就是定共戒跟道共戒呢，它是重新为目啊。它是呢，从你呢能够掌握控制你的心，来称呼这个戒。有禅定的人，这边为什么都叫重心啊？就是你能够掌握你的心。有禅定的人，欲界定、色界定、无色界定。你也当入禅定啊！你即马是敢想一项物件尔，其他拢无想。你可以把你的善业呢摄持住，一工、两工、三工、四工，坐伫遐无停无动，因为你能够控制你的心。那道呢？道共戒呢？你更可以解脱了，你不但可以控制你的心，而且你知道心的实相是什么，你有智慧来分别它的实相，真实的相状是什么，它比禅定呢，那了解的更究竟。禅定只是粗浅的了解，哎，我的心好像是这样，但是他还没有证到他究竟的实相，那还是一种假象的心。所以这些都是从心为目，与定慧二心同时，故并言共，亦名为具。这个定共戒跟道共戒呢，这与定慧二心同时，你要修行啊，那一定要有禅定，而且呢，你要知道你现在修行的心念在哪里，你怎么样判断呢？我现在的身口意，我的心念，我呢那个起起落落的妄想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变化？你进来的时候呢，一个念头在一直到阴暗，做什么代志？啊，想到这个念头呢，即马进来，一下想家，两下就想厝，两下想。上班，念念想明仔的代志，念念想过去的代志。你的念头呢？我们一静下来就知道，哎，一下子东思乱想。那这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，这是要会。然后你怎么呢？让它呢不动。那所以啊，
这些要有禅定的不动，而且你要有智慧去善巧分别它的原理。那它有什么原理道理呢？那就有共通的还有不共通的道理了。就整个教理上呢，三藏教理来看呢，或是呢这些呢大小圣呢，在解脱法门的入手方便下手的功夫呢，就有很多法门。你怎么样来得禅定，那有很多法门。你怎么样开发你的智慧，那也有很多法门。那这些呢，这叫定共戒、道共戒。在这同时，这共啊，就是这同时的时候啊，它会增上，而且呢，它是在定跟慧呢，依这个心啊，这个它呢会。共就是呢，它随着禅定才有，随着智慧的开发，实相的了解才有。如果没有禅定，就没有这个戒，就没有防护的能力，叫做戒啊。戒是一种防护嘛。你如果没有防护的能力，就是你没有禅定，那你就没有这个防护的能力。你说对这个贪念。所以这个贪念，我有禅定的境界的时候，哎，我知道我的心掌握了，我不会去贪。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境界，那你呢就会去呢攀缘它的色、美色，或是呢美味等等。那我又可以知道我的心在哪里，哎，心躁动了，不要被它所转。这时候我可以控制我的心，这样呢。你有定，这时候定共戒、禅道共戒是这样，他要有这个禅定啊，有禅定，有智慧啊，有这道力的，含伊做伙，安尼靠防止保护咱的所在，安尼叫做戒。你也无禅定，无这个道力、智慧来分别啊，你得互伊转去啊，互伊转去，你得无这个。改，所以呢，与定慧同时啊，所以叫做共，也叫做聚。再看，其定戒者，曾论离禅定为二戒，色无色别故，多中合为一，聚不动业故。那这个禅定的戒啊，在曾论，曾论就诚实论啊。诚实论，他呢离禅定界为二界，他就是分别禅定为两个界。若分别啊，就分离这个禅定界呢，分离这个禅定呢，就变成两种界，一种叫做色界定，一种叫做无色界定，这两种分别来做区别，就色界定跟无色界定。的区别，色界定有什么？色界定呢，有四禅天呐、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呐、啊。无色界定呢，有四空天呐、啊，啊，这空边处啊，事无边处啊，啊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啊，这些呢，这个四空天呐、啊，这是诚实论讲。这边下面会再讲一些部派，就是。修行的人方法下手方便以及他所开展的智慧呢，他的理论学派呢的不同了。那诚实论呢，它是介于这个慢慢进入空中了。下面他会讲呢，多中合为一，多中就是差不多论，就多论啊，诚实论跟差不多论。这个有些初学的不大知道，我写一下。下面如果都讲到哈，这个多中，多中就是多就指，或是讲多论呐、啊。
就是指呢这个萨婆多论，萨婆多比尼比婆沙，简称叫做多论啊，萨婆多比尼毗婆沙啊。毗婆沙论，萨婆多比尼毗婆沙论，这萨婆多比尼就是戒啊，萨婆多是一个部派的名称，佛灭后一百年以后呢，开始呢慢慢因为修行的下手方便，以及他们所证悟的境界，对戒律的看法，对禅境的看法，对正道圣果苦集灭道所开显出来整个教理呢，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的时候，这时候呢慢慢开显出来的，也到最后就变成形成了所谓的小圣大圣，还有各种部派各种学说的区别了。那这是一个部派的名称，那这个萨婆多比尼毗婆沙论呢，主要在解释啊，他是在解释呢十诵律啊，一般来讲他解释十诵律。我们有很多部律，四分律五分律，他在解释十诵律。十诵律。我们现在所受持的是四分律。还有呢五分律。五分律四分律。我们现在的中国是四分律。是这个四分律。十诵律、升起律，十诵、升起啊，这些呢，一切有部律，这些都是各种部派的律、戒律的看法、戒律的结集、戒律以后发展出来。这个呢，这个有些初学不大知道，就是呢出家人会专门在研究来知道这些，还有呢各个部派以后的定学是怎么样，慧学是怎么样，戒学是怎么样，它有各种你到最后呢阿含的、中观的、唯识的如来藏的，那这些呢就很多了，就是戒定慧各有各同的不同的体会那这个也是一样。那晨钟或是晨始或晨始论晨始论，那晨始论呢，这个多宗都是呢后来都讲有宗，也叫有宗，晨始论也叫空宗，这以后呢还会再讲到第十六卷的时候会讲更多了，现在你先要了解这些名词，这为什么叫有宗叫空宗，以后会解释，会解释很详细，就是他们从戒法的入手他的解释就不一样，从定学的解释也不大一样，有些地方不是全部不一样，就是有些地方不大一样了。那这个呢为什么你要比较这些呢，就是要了解整个呢每个人体会，以及呢世尊的教法他的本意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的。所以这边是呢这个晨始论呢，他把这个禅定分别为两界，色界定跟无色界定那多宗合为一，萨婆多论啊，萨婆多多宗就是有宗呢，他就和禅定界呢合为一种而已。合为一种是什么？本来禅定是有欲界定、色界定、无色界定那通常讲三恶界的定是色无界定色无界定它比较不动，那所以真正的差别只是说呢它到最后所缘呢会再不一样，那所以萨婆多论呢多宗呢它就把它合为一，就是它禅定，禅定定共界就是只有一界为什么呢？具不动业故，因为善恶界的善业它感得不动果，所以叫做不动业。善恶界它感得不动果
如果我们现在修禅定，那这禅定我修到初禅啊，那我的心念能够控制在一个念头，身心它收摄了，乃至呢我这个念头我知道怎么样收摄，我死亡的时候那我可以升到色界天或是无色界天。那你初禅二禅它既然不动，所以它的寿命会很长，它的定力很强，它的念力很强，会寿命很长，所以它不动，它那个善业啊，它的果报很好，所以它没有淫欲的啊，嗔恚这些重的心呢，没有这些呢，善恶不动戒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呢，叫做不动业。那这是禅定戒，再来看啊。道戒或名道具道供无漏等义，此辨明也。那道供戒或叫做呢道具戒道供戒，或叫道戒或叫无漏戒等等，这是呢它的名称呢来辨别呢，哦，不同。这个道供戒就是指啊，你要啊用智慧了解圣道，你要了解圣，所谓圣就是解脱凡夫的妄想执着，这叫圣。会当解脱咱凡夫的妄想执着，执着啊，你该解脱啦，安尼。这种方法这种道路啊，你可以证到这个了解这个智慧啊，这样叫做呢性格啊性德啊，那所以这里要跟无漏智 相通啊，哦，共生。所以第一个呢是名称的差别，哦，第二个别定并有漏道共为无漏，那别解脱戒跟定供戒这两个是属于有漏，有漏的你五戒八戒第九戒还是三定，你是凡夫啊，凡夫是有漏的，就是还有梦想，还有执着，还有生生灭灭。有漏是怎样，你生起来，哦，你有三定，三定多久？你可以多久？一万劫，一万劫了咧，灭去啊！你无色界定多久？非想非想想有多久？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以来咧，会使无叮当，以外就无去啊！生生灭灭，所以一生一灭，这是就是有漏的，上一个有漏。就是你没有办法了，你有生有灭，有生就会有灭，所以要到来无漏，就是无生无灭，就是能够知道说本就不生，故而不灭。那这个道理呢，在事相上，在理体上，在我们正量上，你有办法证到，那这个叫做无漏，就是你没有在生灭了，也不叫生也不叫灭，所以无生无灭。那这个道理能够证入了解，就解脱这个轮回了，解脱这个生死苦海了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，这是道供戒。所以道供为无漏，别脱欲戒业，定供善恶戒业。别解脱戒呢，它是呢属于欲界的业啊，那定供戒是属于这个善恶界的业啊。善恶界是指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啊。那你三界呢？色界、无色界啊。哦，
这个三界，我们现在是在欲界啊，我们是欲界的凡夫啊。那三界是这里啊，所以它上二界，上二界就是有禅定的界，这两界呢是属于比较禅定的界，因为要禅定才有办法入这两种界啊。在欲界的话呢，啊，它比较没有禅定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一般的讲是就呢妄想呢纷飞呢扰动不安呢啊，所以这个定共界它是上二界呢色无色界的业，那道共界呢它非三界业，它是无漏的，它道共界它已经出三界了，它呢没有生灭了，不再呢，我们说没有这个生死的这种生灭了，这种分段生死的生灭了，所以这是论体也，就论它的业体了。第三，别定通凡圣，道共为局圣，此谓分也。这个别解脱界跟禅定界啊，这两种呢，有凡夫跟圣人，通凡夫跟圣人。那这道共界只局限在圣人才有，所以它的阶位呢？哦，咱想这五界、比丘界、顶顶啊，啊，这凡夫、圣人拢有这种界，但是这个道界啊，啊，就圣道界啊，圣道界啊，加圣人较有尔啊，所以这个界位无同，凡夫加圣人呢无同啊。第四个，别脱假缘受。定道随心发，此名因也。别脱个改呢，以假借这个因缘来受。我们在前面三十九页里面呢，有讲到说我们受戒要具五种因缘啊。三十八页后面也有讲到受戒要语言能受的人，守对了境，你要修改要有人来。还有请书，还有呢，你爱有这个资格，你有这个因缘条件，你才能修改。所以这是呢，假缘受，你爱具足这种呢因缘，才能来修改。人来团改，你慢慢修，啊，不然你无法度修。这是因啊。那禅定界跟道共界，它随心发。你无修改，伊嘛有禅定啊！啊，无修改，伊外道的，伊嘛会当有二禅、三三禅等等的那个禅定的心呐！啊，所以任心发起。那这个道共界跟定共界，他任心发起啊，所以啊，这是他的因不一样。第五，别脱但随身，邀起进行故。定道明随心，生死不绝故，此是功也。这个别解脱界呢，但是使随但随身，就是指呢，你有修改啊，你的身躯啊，你就知影，我袂使杀生，袂使邪淫，袂使偷盗。你讲到对拢小讲，你走到哪里呢？你就知道我是五戒在身，比丘戒在身。进行邀起进行故，邀起就是你邀约期限呢。我这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进行受不失啊。那你？禅定界跟道共界呢，是随心界啊，随心会转啊，啊，所以生死不绝故，心一转就有生死啊。那你禅定，
多久？一万劫，一转就灭了，就再落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是呢，有生死啊。那正道出果位的人啊，我们说呢，这个出果、二果、三果啊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这些也是一样，一来果啊，不还果啊，这个呢。三果不再来了，不再 不到、哦、这个欲界再来受生死了，可是他还是在五不还天这些了、哦、二果他一来果他还会再一次生死这些等等，乃至呢、哦、七次的、哦、这个出果这些等等的七次生死等等、哦、所以还有那四果就没有了、哦、四果呢就不再呢讲这个生死了、哦、所以这边是约呢他心会转嘛，因为他还没有办法把见思恶惑呢断掉，所以啊还有这个心的起灭呢就会呢有生死，所以生死不绝，所以他的功用也不一样、哦、那虐之如此啊，余如后劫，在后面还会再讲到那我们看这个今天发下的讲义，看讲义第二章讲义，看纲义哈。那在《萨婆多论大正章》二十三册506页，又有讲到一个文呐、啊，他说问。是波罗提木叉戒，是无漏戒，是禅戒佛。答曰：非无漏戒，亦非禅戒。波罗提木叉戒呢，它不是禅，也不是无漏。此波罗提木叉戒，若佛在世，则有此戒；佛不在世，则无此戒。佛出世啊，你才有法度。哦，有这个传这个、五界、八界、七足界的机会啊！啊，无福福德出世，咱就无这种机会来受这个五界、八界、七足界。啊，禅定呢，到境界性格呢，福无出世嘛有啊，福无出世嘛有人会当做仙人呐、啊，福无出世嘛有这个辟支佛啊、辟支佛啊、圆觉啊，还是有圣人呐、啊。所以呢。若佛在世，若不在世呢？一切时都有。哦、再看，波罗提木叉戒从教而得，常无漏戒不从教而得。那从教有时候也可以讲是从因缘呐、啊，啊、哦，从因缘，或是呢，从有这个呢，做这个，你要动你的，这教跟无教呢？在第十六卷会再讲更多哦。这个在萨婆多论，它的名词呢，教无教，有些呢表业无表业，你要动这个身口的啊、哦，这些等等呢，有时候叫教无教。那禅无漏戒，它就不从教得啊、哦，它从心嘛，它不从身口来得。你呢要去受五戒具足戒，你要动这个身口，可是呢，你。禅定呢你不用，你要动这个心，所以无教不用动这个身口这些等等，这个后面会再讲。波罗提木叉戒从他而得，禅无漏戒不从他得。你要修改，你要有盖书啊，哦、盖书啊，然后啊要从他人来得。禅定跟无漏圣果不需要别人，我只要自己能够掌握的心就可以。防护就可以防非止恶，是不是戒？我一旦把我的心定来，我就是我都入定啊！啊，所以从不从他的。再来，波罗提木叉戒不问免，你不免善恶无记心，一切时有。这个前面讲过了，善恶无记心，一切时呢，你受戒的时候都得戒啊。但是其实都是约呢，原来呢，你还是有善心去得戒的啊。
他只是说你在得记的那个第二念以后呢，可能呢，一下子呢睡觉了啊、哦，那这样还是得戒。那常无漏戒呢，它呢不一样了。无漏戒呢，常无漏必无漏心中得，那常心中才有戒，一切心中无也。你若要一心定，你要防止你攀缘外境，攀缘外境就是咱的界。你无攀缘，会当摄心伫一种境界，安尼靠法度入禅定。你也无摄心攀缘，你无法度入禅定。你要正这个性格，你嘛爱八个烈心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呢，这个。无漏心跟禅心呢，才有办法有这个戒，不然就没有这个戒。嗯，那可是呢，别解脱戒不一样，你无禅定，嘛有八根，你嘛当得改，你也困嘛得改，啊，所以这些呢就不一样了。再看波罗提摩达戒，但人中有禅无漏戒，人天俱有。那这个。萨婆多论他的讲法啊，萨婆多论他的讲法是比较特殊了啊，比较特殊。这个以后你看各部派的他的讲法呢，那就不大一样啊。那个他萨婆多论他就讲说，只有人才得戒。其实呢，别部论他就不一样。刚才讲诚实论他不同意啊，啊，可是他也会解释啊，每部论他就会解释啊，啊。他就讲说人才有啊，天道没有啊。哎，那人家就会，你到成熟论看到他就会呢批评他说你都讲这样子啊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？啊，他说人才有，你呢天道没有。那禅定跟道共戒呢，人天都有。那有人就问了，那龙不是会来受戒吗？你们看经典上戒律上也会讲龙来受戒啦，说八关斋戒都有啊。这萨婆多人就讲说，那叫他不成斋法，他就会解释他不成斋法等等，他会就解释他来受戒，可是他不成斋法等等。但是呢，成熟人就会讲，明明讲呢，这个龙也受得八关斋戒啊，也得到戒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啊？但是萨婆多呢，他就是去依呢人呢来看啊，而且天，哎，第四天或者这些不是也会来听吗？可是呢，萨婆多会讲说他不得戒啊，为什么啊？你看啊，天啊，一天到晚在享乐，这是这个。这个穆建莲呢，有一次因为弟子生病了，很多人生病了，不晓得怎么医，以前都是找奇婆啊，奇婆这个大医王啊，他人间的医王，那他就到这个倒立天去问奇婆，他已经往生了嘛，他升到天，那个倒立天，是天王天倒立天嘛。第二层天，他就去问奇婆要怎么样医我的弟子这些病啊，现在没人可以医啊，以前都找你这个医生，现在你往生升到这个道立天去了。现在穆建莲就到道立天去问，看到奇婆，看到很多天人哦，他到穆建莲尊者到了天上，很多天人呢，哇，奇这个骑着车啊，这个要去游玩啊，一大堆天女啊，天人啊，经过这个穆建莲尊者呢，都嘻嘻哈哈的一哄呢，连看都没有看他。哎，奇婆在车上，奇婆看到穆建莲尊者站在那边呢，奇婆呢，这个天子呢，已经把当天人啊，已经把他举手。
因为他是他人间的师父啊。师父好，再见，阿罗道啊。这目犍连尊者呢，啊，你以前都是呢，看到我都是跪拜啊，唔敢坐车呀、啊。什么？今麦你看到我，人安尼搞一手嗨就走了，就用神通呢，把他的车子停下来，他车子就不动了。这乞婆就乖乖的呢走下来，跟师父顶礼，顶礼呢目犍连尊者。目犍连尊者就问他：“你干为什么呢？这样没有礼貌。”我说：“师父，我已经对你很有礼貌了，因为你看别人有没有对你打招呼啊？只有我一个人跟你打招呼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天人啊，这种呢欲乐的心呢太强了啊，这个要去呢享乐的心呢太强。”我还有办法呢看到你的意念起来、哦、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、哦、这样子啊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就好吧，那就呢饶了你这一次就算了吧，我只问我弟子呢一些呢生病的事情怎么医啊。齐伯就跟他 简单的回答说，那最好就是断食卖价的喝啊，就少吃啊、慢慢调养他就好了，就这样讲。对这个问题呢，这萨婆多人也讲，目犍连尊者就听到齐婆这样讲，他就再去问这个第四天，问这个玉皇大帝呀、啊，他说：“你们天人真的是这样子吗？”他不到相信啊，为什么欲乐心这么好药呢？没有办法一下子停下来。你们不是可以见佛闻法吗？为什么不好好修行啊？可以做正果啦、啊。你们呢都在天人都能够来看到佛啊，为什么不亲近佛闻法正果？这个第四天呢，玉皇大帝他就讲啊，这个尊者，我跟您报告啊，啊，这个帮我们做个试验好了，我们现在我叫一个天子过来，好，他就叫一个天子过来，命令一个天子马上到玉皇大殿这边呢来见第四天，连叫了三次他才来，都不来，叫一次也不来，叫两次也不来，再去叫，叫了三次才来，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慢，连叫你三次都不来啊，第三次你才要来，慢吞吞的来。他说没办法啊，我跟我的天女呢游乐呢，我没办法舍离啊。他有几个天女？他只有一个天女。那其他的天子有几个天女？有都很多天女。所以啊，第四天有几个天女？那更多了。所以啊，尊者你就可以知道，这个天子只有一个天女啊，两个互相坐月哦游玩呢，就这么不舍离了。那何况呢，这么多天的天女在旁边的人呢，他有办法舍离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就讲说，他从人中得呢啊，他呢，这个萨婆多人呢，他就是呢。哦、定义呢在这里、哦、然后只有了人中者。好，这个呢下面再先下课、哦、下面还有一些呢再讲。好，下课。